就给你说，题库超稳定吧？还不赶紧去考试，到时候可千万别后悔哦！本期预测仅帮各同学新增一题下拉选择类的完形填空 FIB。Hello， 各同学，大家好，我是 PT 大西瓜的 Jack 老师，欢迎各同学收看 PT 大西瓜地表最强、巨准的 PT 每周真题预测的视频讲解版本。那本期真题预测所覆盖的范围呢，是2024年的3月27日至2024年的4月2日。所以如果各位屏幕前面的同学在这个时间段之内，或者未来非常近的一个月之内要去参加 PT 考试的话，那这一份地表最强唯一份帮你删除了那些不计分 C 顶级的真题预测，就一定要认真看起来了。OK， 那首先进入到各位同学最关心的部分 ,Refactation。目前171个句子，之前放入待删的句子全部没有任何的回归，所以各位同学接下来可以放心大胆的准备这171个句子。你要记住，这171个句子可是市面上最少还能给你保证如此高命中率的句子呢，对吧？ OK， 好，那再往下走呢，就是咱们的这一个 SST 的部分了。 SST 部分的本句子一共51个题目，还是那老朋友，所以各位同学把他们认真准备起来，结合到咱们大西瓜给到你的 SST 轻松记，认真备考吧。相信你在考试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计分题都会在这里面。OK， 更重要的是，如果各同学考到两题的话，中间那题不计分的 C 顶题且不在咱们预测当中的，真的可以不用谢它咯。 OK， 好，那再往下走呢，就是咱们的 SBT 的部分了。 SBT 呢还是那58个题目，真的非常的稳定，但是还是给各同学强调一下，没有原文的题目在这次考试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频次非常的高，所以各同学我们预测里面064编号开头的题目一定要认真的大致回忆其中的逻辑结构咯。 OK， 好，那再往下走就是咱们的 SA 了。 SA 41个题目，我不允许还有人不知道现阶段的大西瓜预测以及整个市面上最少的题量就是这41个题了。 OK， 好，那再往下走呢，在我们的口语部分当中，这次预测呢并没有任何新题的新增，但是上周和之前新增的这些 read aloud 的新题非常值得我们练习看看。 OK， 那接下来呢就是本期预测唯一的一个真正的新增部分，就是我们的下拉类的完形填空。那这道题呢叫做The skills from this course. OK， 那这道题的文本以及我们对应的练习版本也已经更新在我们大西瓜的练习网站和小程序当中了。各位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赶紧把这道题好好练起来，你在考试当中很有概率会遇到它们哦。OK， 所以综上所述来看 ，PT 考试现阶段的题库非常的稳定。OK， 那各位同学一定要抓好机会，赶紧冲一波去拿到你的目标分数吧。我们下期真题预测视频讲解再见喽，同学们，拜拜。关注我，没人比我更懂 PT。